春不春的国足运动。这是什么？春耕仪式。春耕仪式开始了。春耕仪式哦，是的，是的。那你们可以去体验撒种子。哦，好的，好的，好的。哎，好的。开始了。哇，但这个太壮观了，好像花车游行。嗯。哇哦，这也太壮观了吧！我要拍一下。他们开的时候，我们在后面。啊，就是他会刨出去那个地，然后就。花是播种。花是播种。打，哈哈打。那可不可以这么撒？你要吃牛排的时候这么撒，我是不介意。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这里边是青稞种子。青稞种子。青稞种子。黑的是什么呀？这个是那个豌豆。豌豆。对。这个大的这个呢？这个是石子儿吧？这是不是石子？哦，桂圆是葡萄。葡萄，葡萄，全部都一起哦，葡萄一起种的。不是一次，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仪式嘛？仪式，对对对对，这是蕃草，意思就是这新的一年里面有一个好的收成，好的收成的寓意，寓意很好。对，是的。好的，好嘞，好了，谢谢。撒吧，好，撒吧。开始，好，开始了，开始，开始了。我先走了，各位。一定要慢点开呀，大哥。他跟不上了，是不是？我们是平原来的朋友啊。我先出发了啊，出发，加油，风声，大风声。突然觉得像小学生春游。对。哇，他好快呀！今年一定要风调雨顺，今年一定要大丰收，今年一定要一马当先，今年一定要二龙戏珠。今年一定要三阳开泰，今年一定要四季发财，五福平安，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面来福，九九归一。今年一定要十全十美。Nice， 可以。在那希望的田野上，我们刚才一边播种，然后旁边的村民就在那笑，然后嗑着瓜子儿，看我们播种，太搞笑了。今年大丰收，在后面播那个种，觉得很有意思。觉得在这个地方，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吧，远离城市的那种喧嚣，然后整个人的节奏也放下来，整个人的心也静下来了。我人生中很少能见到50多台拖拉机同时摆在我面前，且同时发动的场景。我觉得这边的对于耕种这个事儿是尊重的，因为它非常有仪式感，而且对于春天的到来，对于一年的开始是非常期待和非常隆重的。真的到了木竹工厂，真的见识到了这样的场面，对于他们更多一点点的了解了。好不一样的体验。因为西藏其实是我以前就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够来，你在这里更多的是会想到大自然跟人怎么样和谐的去相处的一个过程。在高原上面要做农作是真的非常辛苦的，我们也就是这样播种了一小条路而已，就喘得不行了。所以在这边的牧民农民们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厉害。